么办？刹车居然坏了。开个降落伞减速一下。后轮都没了，还在跑。这车为什么会飞？机油都没了，还能跑？拖着陨石，还能跑那么快？只能牺牲一下我的头发了。用脚刹车也是脚刹。为什么还能顶着火箭跑？人都差点给我整没了。